天哪，这根本就是巧克力的天堂呢，一整个甜死人不偿命的概念。素黑色的店面又显得十分的低调，但是若你透过玻璃门窗往内仔细的看一看，你会发现别有洞天哦。推开巧克力砖的把手，走进室内是一大面巧克力砖的墙壁，透明的橱窗里头又陈列出各式各样的巧克力。再往里头走一点，还有内用区可以享用巧克力呢，全都是巧克力。你说骗人，这里不是巧克力的天堂吗？怎么还会有卤鸡脚啊？哎呀，这可是叫做卤鸡脚，不但是长得像鸡脚般逗趣，而且还十分美味，这可是店家的人气产品哦。